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今天是江哥，今天来玩这个明日之后啊，这次有新增双人动作，相互依偎，同居需要达到100天。好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呦，好重！我真的扛起来了。姐姐有练过了，是不是？哦，看看。哦啊。哎，好闪，好闪。哦哦哦哦哦。哦，好闪！哎，挡住了，挡住了。这是我的，好不好？对啦，就是这样。被打了，被打了。我也有小可爱，小可爱想要抱抱。哦，这个时装可以放鞭炮，它还有金色版本的。哇，它这个。新品，这件新品是要抽的，看一下女生的，哇，这美腿碎哦！我把车先移下楼上好。对，当然要泡一下澡啦。他跟我进来的，哎，这个姿势很汤哎。子弹很多哦，快了还是？就这么快，就这么快，就这么快。我们先上这台车。我上次不晓得在这个铁轨上面跑就被车撞了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有办9:30有跑酷比赛啊，所以啊，想要一起来玩跑酷的欢迎加入啊，大家都集合在我家了。非常感谢我们的天涯伙伴哦，帮我打通了这个铁轨，募集了很多东西，然后建设铁轨，决战我们的干燃体，最后呢，终于竞标到我的双人庄园啊，非常的感动啊！我们的合并双人庄园，对，合并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地方，可是他会把原本的这个变成蓝图。防御的话是38，家具是116。你给他看一下，他如果合并之后会变成什么？这个装会变组装，所以他6×6，然后变成13×8。先给他切下去啊！他会把人家传送出来，然后呢？把你踢出去，把你推出去。哦，踢出去了，然后哦，他地基呀、啊，没看到地基，地基合起来了。防御是38，现在变78，多了一倍以上啊。然后285变700，116变265，建筑总分变8000呢、欸，两个加起来，这个庄园改建会怎样？哦，它可以切换回来变成单人第七，哇，瞬间第八名哎、欸，庄园人气，它会变成这个蓝图哎、欸，哇酷，单人蓝图，它直接把它记录下来，完全不怕你弄不见了。好，我知道这在炫富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哇，打一下我就要补血了。高等级的怪好痛哦，哎，扒一下就300多滴耶，真是欺负我玩这个，哎。有点像那个《荒野行动》里面的这车哦。哎，不要闹！哎、欸，好了，车子让你，车子让你，不要追我，不追啊！哇哟，扑过来，好可怕！怎么你用手机也会撞到？还、欸、快爆了，300、100多了。他刚手伸起来就喷爆什么东西出来？手汗。那手汗呢？是吧？他是那个钢铁人吧？你看。手汗。哎呦！爆了！我那爆炸，这次爆了。我听说典藏版的机车可以载人哦。有典藏版？有，要抽配件，未来可能会出吧。保不死啊！
包不死啊，这个僵尸好惨啊！我觉得应该抽不完啊。这个僵尸包不死，抽好抽满。真的是抽好抽满，哦，四百多滴，该死！我是不是啊？你直接变，我变什么了？啊，不然，然后江哥，你可以吸收那个蓝色气息。哦，我可以打自己人吗？小 B 居然跑走，我应该 来抓一下他。这哪位啊？这个僵尸是干嘛的？我可以吃他，对不对？他是怪，他是怪，他没有名字，他是怪。哦，好好，没有名字是都是怪，好好，这才是真的。走，我们去打人类。僵尸，哦，他可以丢东西啊。他是不是可以自爆？哦，对哦，他这样子变僵尸走过去不会。就没事哦，不过它会随机进化就对了。哦，还会进化？没有，它不行。哦，只能吸收。哦，变僵尸就吃不了了。林子，哎，跟我一样。哇，还可以冲刺呢。打他！欸，可以抱抱，可以抱抱。啊，僵尸可以抱抱，可以抱抱。哈哈，啊，谁可以抱？可以抱你吗？僵尸抱抱，僵尸抱抱，冲啊！哈哈，没有抓到。他是哪位？不要！他拿散弹枪，欸，我怕被他打死。他哦，他射我啊！我死了。好，我们的节目先到这边哦，感谢各位的收看哦。